今天这把游戏让我对他有了新的印象，你们好好看看。合适，你就带着。我是他学长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真无语。哇，那么多人，溜了溜了。我去解决。谢谢小雪鹰的急救包了。徒弟，有急救包。我没了，就那一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学长，你要不要直立？他是故意的吧？看不得我给徒弟装备是吧？这都打不过。啊，徒弟掉血了。你看雪鹰，你救队友，你师傅收人头。兄弟们大无语。哼，你们快过来。你干嘛？我手滑了呀，这不是想给小雪鹰织一条围巾，手好痛啊最近。摸摸头头，辛苦了学长。真有意思。打人了耶，我是不是进步了？哇哦，学长好厉害，人机都会打了。今天这游戏打得我真无语。我来了我来了，师傅你连这都打不过。我们是不是更像一路人呢？一样的菜。看来学长真的很重要。那我呢？你厉害吗？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。